各位朋友大家好哈，我是吴宗成，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个这两天哈，跟年轻人聊天着，他们才告诉我了一些那个一些新的一些电影哈，我都没看过哈，我现在先跟各位笑，因为我会找时间来看。他问我说，你有没有看过那个第三部局这个连续剧啊？其中有一个叫做沉沙货啊，就是灰尘的尘啊，那个沙滩的沙哈，货就是疑惑的货，沉沙货，这个名字都很有意思啊。那个这一系列的影片都叫做第三布局哈，是 HBO 哈 ，HBO 美国的 HBO 那个出资，然后由台湾拍摄的，所以台湾的影业已经进入国际市场了。我相信在其他国家的哈，不只是华人地区会看这个哈。那这个哦，他这个其实哈，这个沉沙货哈，它还有英文的叫Trinity of Shadow 哈，就是 Shadow 是影子哈，也就是Trinity 啊，是由香港电视娱乐公司啊Capital Chaplay 啊共同出品的啊 ，Capital Chaplay 是犯罪嫌疑台剧哈，精彩剧情与爆炸性转折推动了Catchplay 啊，这个加上影音平台30%会员成长，本剧由什么什么谁哈，那这些人有一些是台湾人哈，等等主演哈，在2021年的6月13日起，每周日晚间9点到10点半啊，与那Catchplay Plus 还有 HBO。与 HBO Go 同步上架哈，所以这个跟我聊这个的人他已经看过了，制作国家是香港跟台湾哈，主要的语言是国语哈，那次要还有台语、英语、客语，还有越南语，还有广东话啊，那字幕是中文啊，那每一集长度是60，这个我还没看过哈，但是根据他们的好评如潮哈，所以我跟各位分享一下，这个沉沙货讲的是什么？是警察吃案的事情啊，讲警察吃案的事情啊，而且是讲的是台湾，在台湾，所以说有人讲说这个也敢演也敢导也敢编啊，但是这个因为它是 HBO 这个电影台啊，那另外还有一个电视剧哈，是连续的，叫做逆局哈，这个逆局也是这个，它有第一集第二集，一共好像6集吧，好像。啊，我今天跟各位分享大概就是这样，因为这个我还没看啊，我只是跟各位假后道修补哈，先告诉各位说有这么样好的这个哈，这就是典型的台湾那个司法娼妓卖淫集团的典型的范例嘛啊，各位可以看看啊，所以那个我只是提醒各位啊，在假期中间你可以点开来看，网络上就可以看得到啊，那因为他们已经看过了，好评如潮是这样讲，那所以我是说。跟各位分享啊，免得大家忘记了，因此特别在2021年的10月10号双十节这一天国庆日跟各位分享啊，那个这还有一天假日，赶快大家可以在上网点开来看看，谢谢各位。